我们今天要去 solo date 一下，可能去公园看看书，关注。有颗豆在这里，不过剩下的还好吧。今天挑一个这瓶我妈是的古龙水，今天的妆是这个样子的。今天来吃这个泰餐，在看许鞍华的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，是一个比较老的香港电影，08、09年的，然后很有意思，就记录一些普通人的生活，然后一些家庭的氛围这种电影，然后觉得推荐大家去看。